选择九二一大地震满20年的这天，总统蔡英文在立法委员林静怡和蔡培慧的陪同之下，特别来到草屯镇义苏里的林太师庙参拜祈福。因为当初地震的时阵，庙宇附近受灾非常的严重，而且路也拢断去。看到现在重建完成的模样，也够大家拢非常感谢各界帮忙。总统蔡英文的出现是受到大批支持者的保护和握手。今日是9月21日，也是距离一大地震满20年的日子。总统蔡英文在立委蔡培慧和林静怡的陪同之下，是特别来到南投来关心。这20年来，台湾人为了9.21的震灾之后，能够团结起来，来重新建设我们的灾区。我们的灾区有很多新的元素，有很多可以让年轻人回来打拼，而且可以发挥的地方。这也显示说，南台湾岛这是很坚韧的台湾岛。当初九二一大地当时，南投是受灾上严重的所在。草屯林太师庙附近的道路更加是破损严重，厝拢倒去。第二十年了后，已经重建完成。因咱九二对无吼，在南投原来讲是受了真大灾害，啊，迄时阵连我拢总废墟，连过到这几年吼，我蔡总统吼关心之下，咱渐渐复苏。蔡总统来吼，就是讲要求太师公吼，等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我们知道921呢，南投受灾很严重，不管是中寮跟草屯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我们除了交通建设完善，住宅也完成。那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要把台湾的韧性给建立起来。所以总统今天特别选来林太师庙参拜，祈求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人讲拍断手骨断刀用，20年来南投大部分受灾所在拢已经重建得差不多啊，嘛会当看到乡亲的勇敢甲努力。希望未来在公共建设顶头，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到顶来打拼，让南投会当发展了越来越好。家庭宣传差不多。